嘛。我你给我不要了。可以，阿弟阿弟做了了不起。从以前跟你讲的，我不喜欢被人家整。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好，道歉了，道歉了，你不要用道歉了，谁出来接的？我们现在是，那鼻子碰耳朵，鼻子碰耳朵，对啊，男生，对啊，用鼻子碰耳朵就好了，慢慢来啊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哎，尽量尽量讲好，比头还简，比头还简单哎。五秒，为什么要五秒？五秒没有人，三秒没有人，就没有人家赢了，你就数五秒，五秒，来五秒，我你数，你数，好，五，哎，没碰到，没碰到，啊，我操，没碰到，这样子。这不行，这样子。他没碰到，他没碰到。近一点，近一点，五。他碰到了。近一点啊，五。五四三。哎哎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有啦。舌头。干嘛啦？什么？白白刀啊！红啦！他耳朵都红掉。他自己喝酒红的，关我屁事啊！那你帮他过好吗？哪有啦？你在乱讲啊！哎，真的有啊，真的有啊。那是气呀，是气，是气，我很急的那个气。来来，不要乱动。换你们换，你们换一个啦。去拿拖把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交换，你们交换，你们交换。哎呦，六六啊。不小心的啦，我感觉没有吧？有，不小心的啦，不小心。不是啊，喝酒现在是怎样？不小心的啦，真的，他可能不会吧？没有，我看他射的是晚上他碰我胸部，看不懂啊。啥是这样碰？没有碰啦。他抱着就碰到了没？没有，不会啊。刚刚又有点搞我吧？这是伸舌头。不是他觉得喝酒现在怎样？现在是搞我？没有啦，不会啦，对啊。错了！是啊，他妈的，他也在弄我，现在他又弄我。就是他，就是真的有。我怎样？他刚才真的有舔你耳朵？这湿湿的啊。好啦，啊，白了卖身在用啦，公斤五阿伯了。伯阿伯，我相信他，他说没有，他不会。那你的朋友们这样找我们出来交流一次。对不起。啊，我看不懂哎。好，对不起。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不然就不要玩了。不啦，不要，不玩了。阿公，你莫回啦，他都不会这样啦。我跟你们两个对不起，好，我跟你们两个对不起。啊，对不起，那就不要摸嘛。我你给我不要了。可以，阿弟阿弟做了不起，你可以多一点吗？我帮我打电话叫警察。你叫啊！不要，你赶快叫。不是啊，不要了。你赶快叫。不要，不要，我叫律师，没有关系。不要，哎，自己人不要玩成这样子。不是，你赶快叫。哎，没有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熟了，不要，太熟了啦，你叫，你叫，赶快叫，我等你。没事啊，你赶快叫啊！哎，我唔差110啊，赶快打110，赶快叫警察啦，赶快叫啦，好了，赶快叫啦，好了，我也有律师的，好了，我都知道，你被打了。麦哥，好了，他是生气的啦，麦哥，不要，你不要碰我，拜拜，从以前跟你讲的，我不喜欢被人家整，买了啊，不要生气嘛，你等我了，你等我了，这是练谁的？这是练谁的？我用警卫啦，你唔安尼啦，你我讲一下啦，我今天开光脚，不要，这个可以不要开的，今天开光脚呀，光脚，没你们两个事哈，没你们两个事，好啦，你都喜欢拜头，对，所以我说没你们两个事，没关系，我不玩了。哎呀，拍！我以前有跟你讲过，不要等我。拍谁？我有没有讲过？拍谁？好，道歉了，道歉了。你不要用道歉了。拜拜啊！小宝，你也不用拦我，我把我拍谁？我敢拍谁？我跟你讲，你在地的啦，我惹不起你。你妈在讲啊！你内湖家在哪里？我知道了。拜拜啊！大哥有东西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就等我。我们是开玩笑而已。我没有你们两个事，你们女生。我以前跟他讲过这件事了。拍谁啊？我以前。我没跟你讲过，不要搞我。知道，没有，对不起啊。有没有啦？我管你拍不拍片。真拍片。可是他刚刚就知道，他刚刚叫你讲，他可能，
我们少算了一点，他可能不能在女生面前丢脸。哦，我不知道他反应会大成这样，还都讲到什么他家去了。都有喝多了。也有可能有喝多了，来，那枪子吓到你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打他。我这样打他，现在气头上靠腰啊，他刚才不让我讲了，因为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是要招待人家搞成这样一起。我是怕他现在是因为兄弟的美脚不让我们上，就他可能觉得这样被女生整好像有点丢脸，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道他的点是什么，但是他有问这间店谁干，有电话打来。接啊！不知道。接啊！我不知道是不是接，是他吗？我不知道。接啊！接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你要解决这件事啊，要不然要不然就不要接啊，看你呢。喂。我跟你讲。是白哥。你现在来公司找我，我跟你讲，我操你妈！你不用玩到十分钟以上了，我干你！听到没？我听到，白哥，对不起，我真的。听到没？我听到了。多久到？我在电车上。那我就这样过去。要去啊！要去，我要去啊！那就去啊。不然比较晚到。我先上车了。谁虽然，但是我觉得，他虽然后面，我觉得你可能，如果我们半小时内没出来，你要报警说那个地方，要不然这样蛮危险的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去，人家如果一二十个干，少一只朋友，你不要那么傻了，那气他已经讨回这口气了，随便也会被打，应该拉光啊。啊，如果对方如果再来一个一两个比较，而且喝酒的，你看干嘛下底输这干单呢？因为我是觉得至少他跟他也是不错啊，只是说这件事情很生气的。啊，有可能他这样觉得，可是在公司的人不会这样觉得啊。你当我压低哦，啊，我看你一两个人就是你啊，在老大面前你啊，那你赶快去，这逞凶斗狠啊。那你们再把地址传给我们。没有啊，我们就可以吗？你要跟着一起去吧。你们女生不要去、啊。没有啦，我们不要上去，你们去没？我们在楼下等等、啊、我们看时间没。哦，打给你们，半小时会太久。你没接的话，三小时差不多都被打完。你没接的话，我就打。不能比他晚，他要这么生气。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你们两个现在去安抚他心情，就是玩过头了嘛。对啊，好、啊，就我们负责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先叫车。好，一起去，我们在楼下等我。拍姐，拍姐，拍姐，哎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注意点。哦，真的是哭出来，干一下有点猛，弄我，来，过去一点。一三还有一三高，鸡蛋还有鸡蛋糕啊。耶、yeah! yeah! ！